我们读上古的典籍，像这个长和这个长，都是时间副词。这个是经常的意思，这个是曾经的意思。这两个长也可以通用，特别是经常会用它表示曾经的意思。实词之间的通假，我们经常还可以根据具体的语境来做出判断。这种虚词的通假，辨认起来难度要比实词更大，所以大家就要特别注意。好，下面看生民心，就是使民生心。所以这个结构和这个晋侯印赵盾酒这个结构是一样的。印赵盾酒是使赵盾饮酒，印赵盾酒就是使赵盾饮酒。生民心就是使民生心。好，下面，这个郑庄公说，大家注意，这个公不是公侯伯子男这个爵位的名称，这个公字除了表示公侯伯子男这个爵位名称之外，还是当时分封诸侯的一个通称。这个郑庄公说不用。他将自己赶上灾祸，用字，是通这个用。其实，在现代汉语当中，我们说不用干什么，有时候为了文雅，还会用这个通假字，是不是？无用智慧，无用质疑，还是用这个用。有的同学说，这个将自己为什么翻译成赶上这场灾祸？赶上这场灾祸翻译成现代汉语更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自取灭亡。这个急在这儿是赶上的意思，但是在《左传》当中，这个急的宾语经常不出现，而且。如果后面这个赶上的对象不出现的话，往往是不好的事情。比方说，这个难，或者是祸，或者是灾。我们看一下下文，郑庄公赐给他食物，这是一个双宾语结构。在吃的时候呢，颍考叔把肉放在一边没有吃。舍不是舍弃的意思，而是搁置在一边。于是郑庄公就问食舍肉之故。在这个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里面，公问之，司马迁就改写成公问其故。可见这个之不是指问的对象，不是指颍考叔。而是问这个食舍肉之故，为什么要食舍肉？好，我们看颍考叔的回答，他说：“我呀，有个老母亲。这个老母亲呢，我能够提供给她的食物，她都吃过了。”哎，有同学说，我们把这个小人之食提到前面做受试主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看这个"皆"是一个总括副词，在现代汉语当中，比较总括的副词是都、全部。现代汉语里面的"都”一般是用来总括主语的，而古代汉语当中的"皆"跟"都"并不完全相同。
虽然在词义上可以翻译成都，可是这个街呢，可以总括动词后面的宾语。比方这一句里面，街是总括小人之实的周遍性，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，既然用都去翻译这个街，最好是把这个宾语提到前面去。但是没有吃过君之羹，君之羹就是国君吃的那个肉。前面说食舍肉，后面讲未尝君之羹，因此这个羹是指肉，但是不是一般的肉，是用这个煮出来以后带着那个肉汁儿的那个肉，叫做羹。不要理解成没有尝过国君的肉汤。同样在《史记》里面，这个高祖刘邦和项羽对阵的时候，项羽抓了刘邦的父亲，说我要把他烹掉，你如果不投降我的话，我要把他烹掉。这个刘邦就说啊，我们两个曾经结为兄弟，所以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，你要是把咱们的父亲烹掉的话，那么请为我一杯羹，是给我这个一碗肉吃，不是让我喝一碗肉汤。所以这是古今词义差别比较细微的地方，大家要注意。好，请以慰之，请你允许我，或者说我请求用这些肉来献给送给我的母亲。所以以的后面省略了宾语，我请求用这些肉来送给我的母亲。所以不一定翻译成请求对方允许自己做什么。郑庄公就说，你呀，有母亲可以赠送，而唯独我没有。这个义是一个句首的副词，这个义和独往往连用。郑庄公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是很伤感，很伤感。这个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那么自己的母亲却已经不在了，这当然是很伤感的事情。但是郑庄公的母亲明明的还活着，郑庄公却说这样的话，那么很自然的就要引出颍考叔的追问，说敢问何谓也。这个敢是一个表敬副词，意思是说自己从身份地位上不应该这样问，但是我现在斗胆的来问，所以我冒昧的，我斗胆的问一句，您说的是什么呀？何谓也就是为何，您说的是什么，您在说什么，您明明有母亲，为什么说一我独无。好，下面郑庄公就欲之故，告诉他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，而且告诉了颍考叔自己后悔。颍考叔就回答说，您担心什么呢？这个患就是孔子讲不患人之不己之患，不知人也，那个患是担心忧虑，我们可以也就是患得患失的患，在心里面老是放不下，老是担心，老是害怕。所以这个地方何患焉，您担心什么呢？如果挖开这个地，这个掘是一个通假字，挖开这个地到达有泉水的地方，到达有泉水的地方，那就是到了黄泉了。那么
然后再挖一个隧道。换句话说，营考书所出的主意就是在两个地方都挖到有泉水的地方，然后再用一个隧道把这两个竖井连通。啊，这个郑庄公从这边进，他的妈妈从这边进，然后就两个人就互相见面了。那么那样的话，谁说不这样呢？不是这样呢？不是如此呢？然是这样的意思。然这样指代什么呢？指代是皇权相见。好，这个主意的确很妙，所以郑庄公就欣然听从了他的意见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一个很好笑的喜剧场景就出现了。这个郑庄公呢，就赋着诗从一个竖井下到这个隧道里面，说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。在这宽大的隧道之中啊，那快乐呀融融。好，东和融是中和融是押韵的，所以是诗。那么母子二人相见之后，这个姜氏和儿子携手出这个隧道，也附了一句诗，说大隧之外，其乐也异异。外和异也是押韵的，但是我们今天读起来不押韵了。古音里面这两个字是互相押韵的，都是微不字。有的同学说这个地方好像是有修辞上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是有这个互文的现象。这个公入而复和将出而复，这个出和入是互文，其实可以理解成互文，也可以不必理解成互文。我们这个不理解成互文，这个喜剧的效果更明显。这个古人说诗言志，赋诗啊总是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，所以在《左传》里面，在上古其他文献当中，我们经常看到在很多外交场合，人们都要通过赋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。郑庄公在这儿这个赋的诗，可以说非常形象地体现了他当时的心境。他以光明正大的手段除掉了威胁自己统治地位的弟弟公叔段，同时又用这样一种喜剧化的方式解决了自己和母亲姜氏之间的矛盾。他当然是高兴，当然是愉快。那么姜氏为什么其乐也异异呢？我们不得而知了，大家自己考虑一下。好，遂为母子如初，于是作为母亲和儿子像当初一样。这句话其实我们琢磨一下问题也很大，是不是？当初母子之间，所以这个初我们只能理解成是这个正常的那种母子关系。好，这篇文章我们就讲完了。下面我们通过几幅地图来
回顾一下这个故事。好，这是这个封人，封为什么有边界的意思？我们在巫山巫峡里面讲过，是不是？管理边界工作的官员叫封人。根据《周书》里面的记载，这种对官职名称的命名方式在周代是很普遍的。比方说，负责这个制作保管这个战鼓的人叫做鼓人，负责给君主做饭的人叫庖人，负责这个长养牛的人叫牛人，负责这个国家的这个旅店旅社的这样的人叫舍人，后面还有什么缝人、仓人、染人、酒人，都是负责某个方面这个具体工作的这样的官吏，就用这个工作的性质加上人来命名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这是郑国，这是郑国，取于申，申是在这个地方，出奔公，公是在这个，应该是过了黄河，是不是？这个郑差不多是在现在河南省新郑市，这是新郑，是郑国的都城。那么上面是黄河，过了黄河，宫是在黄河的北岸。这儿还有这个雉，雉在这儿，就是虎牢，虎牢关。好，这是黄河。那么这个新郑是在这个位置，新郑是在这个位置，这是更小一些的这个图。这是雉。那么，荆，荆差不多是在这样一个位置，在胡人这个位置，这个被攻打到了燕这个，哦不对，还要往上，这个荆是在新郑的西北角上。大概在这个位置，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，就是，郑庄公派子封率车200乘去攻打这个，公叔段，公叔段从这儿跑到这儿来了，然后从这儿又接着往北去，一直过了黄河，跑到宫，